台北市人气吉祥物熊赞端着气球蛋糕现身，庆祝台北探索馆20周年生日。台北市政府也策划“映台北影展”，透过6部经典电影，带领民众穿越时空，感受台北城市魅力。 首映会现场，熊赞与民众一同庆生，玩起台北有奖征答，气氛热络温馨。接下来还有连串活动启发。台北探索馆2002年到现在20年的时间，其实它也陪着许多的市民朋友一起成长，所以透过这一次映台北的一个放映电影的一个活动，当然是希望说，哎。 过去这几十年来，台北的一个发展其实非常非常的变化非常快啊。那透过不同时代的电影，让大家了解到，在台北的发展过程当中，其实有很多大家想象不到的当时的街景内容，还有像这一次我们看到把探索馆的周边，我们已经把它装点成过去在。 可能比较早年大家看电影的时候会有的那个影厅的样子哦，目的是希望让大家知道说，台北的发展其实已经是非常非常的快速啊，跟几十年过去其实能变化的过程相当快啊，所以透过这次放映的内容，我们从我是一片云、恋恋风尘啊、饮食男女、再见台北等等大道城哦，从几十年前的到可能近几年的不同的影帝影后的影片。 带领大家回到过去看看现在，那当然是展望未来。那希望探索馆未来一年比一年，我们能够带给大家认识台北的东西更多元，那了解到更多台北的发展。当然啦，也不会只有单纯的观赏电影而已。我们这次有很多活动，在这个探索馆里面，我们有许许多多藏的这个 QR code， 欢迎大家来答题问答一下台北的一些小知识，那可以得到我们的这个礼品。 那当然啦，除此之外，还有很多不一样的体验活动，从这两周开始陆陆续都有，目的都是希望大家陪伴台北探索馆度过20岁的生日，那就希望这个台北探索馆能够每一年的更好。那这样子的活动，欢迎大家多多参与。台北探索馆2002年成立起，透过不同主题策展，让大众了解台北的生态、人文、历史。 今年将4楼发现剧场空间布置成复古场景样貌，包括影城售票口、杂货店、复古理发厅、唱片行等。同时在馆内埋设寻宝点，民众扫描回答台北相关问题，就能获得限量好礼，鼓励大家来探索台北，了解城市故事。记者温俊台北报道。